道行，帮我找份工作。你有什么特长吗？我手特长啊。我问你什么最厉害？我吃饭最厉害我。我是问你会做什么？我会干电视啊。我问你什么最拿手？我睡觉我就拿手啊，睡觉我就拿手。你回家吧，不用上班了。我为什么不用上班啊？你真的已经没救了。你说谁没救？我你爹呢？你说谁没救啊？那你说我没救啊？你懂不懂啊？你问我什么特长我都说了，我手特长对不对？你问我什么最厉害我都说了，我吃饭最厉害啊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傻了？ 你才傻了，我就不傻了，你才傻了。你癫了，我不跟你癫了，是你癫了。你爱不爱爱带我去？我才不稀罕呢。你不带我去，我不会继续找吗？真的是这一癫的，有毛病。你有毛病。你才有毛病。